小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？游戏中的幻星医生，他永远不敢回自己的家。你把他推进他的幻星小屋，你会发现他会吓得赶紧的跑出来。伙伴们是跑出来啊？难道你们不好奇游戏中的幻星医生？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家吗？众所周知，游戏中的幻星小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屋。我们正常人走进去，伙伴们，我们进去之后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表情，并且啊。 也可以换一套我们喜欢的衣服，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幻星屋。Yes， 而游戏中的幻星医生却特别害怕回自己的家。真正原因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游戏中的 NPC 都有家呀。大家看我面前的是商店，商店是暴龙仔仔的家。伙伴们，暴龙仔仔在房子里可以免疫所有的伤害，他特别喜欢待在家里，永远不出来。对，他永远站在家里面啊。 而游戏中的这个小黄人，他也永远在家里看守商店，他的房子也可以保护他，不受伤害。暴龙仔仔和这个小黄蛋都喜欢待在家里面。Yes， 而只有幻星医生却害怕回家。伙伴们，我来告诉大家原因吧。小伙伴们，幻星医生害怕回家的原因是因为，其实啊，虽然他面前有个房子叫幻星屋，可是这个房子并不是幻星医生的家。你们看，幻星医生是一个医生啊，他戴着口罩。 而这个房子明明是一个买衣服的商店，所以啊，这个房子并不是幻星医生的家，所以啊，他才害怕进入这个房子的，因为这是别人的房子呀。